哎，佳妮，对啊。对啊，不是高中那个而已吗？你是跟我讲那个？认真，我说国中也有一个啊，哎，可是认真算起来，高中算第一个啊，但是所以我两个到三个都对了。谁啊？国中谁？国中谁？国中，完之后再解释好了，可能飘上影片了。还有一个，不对的是哪一个？小说不算就减一，减一。他没有跟我抢，没有抢过吗？有啊，有那个一个月的那个。没有，不要吵架了。第二题，男生的身高，这好伤人。他号称多少？180。你怎么好意思？你怎么？哎，你们说有180，是真的吗？哎，刷一张。170哈。南方的鞋码，差不多，就9号半。那你很懂哎，因为他脚上就是我送的。30公分，说哪里？反正我不确定。拜托先不要。30公分是很大吗？我说不了。啊，这个是男生的星座，我忘记怎么写了。我才好丢脸啊！9号。觉得天秤座的男生有什么特色？很花心。没有。身边很多女生。就比较爱玩一点，现在不会了。哦，水平男，他讨厌下雨天。哎，谁喜欢下雨天啊？他就是脸很长，然后问他怎么还不讲。没有，我就说没有啊，还好。对，就是心情没有到那么不好，就是还好。那不好的时候会说什么？我现在心情很不好哦。会吗？会这样说吗？好了，不会了。请问你们上一次吵架是什么时候？不是今天吗？刚才不是才吵架？啊，那不算了。算。确实吵架，啊、就是回很少去。我没有回很少，回什么都可以啊，这然后什么随便你之类的。哎呀，这很就是你哦，他把我打的七级啊。踢法，踢足球那个。对对，你玩了多久？10多个小时。要吵架了，他吵架，不好意思，他生气，然后我一直笑他，然后他本来真的生气，我们很常为了什么吵架？你想一下，我很常为了什么？我想要干净的地方，干脆出家比较快。你们两个人上一次在哪里？如果你们一起出去玩，行程会是谁安排的？谁可能要安排一下？有吗？昨天安排今天的。女生最喜欢的偶像是谁？不是这个正啊。我忘了，这个是他，这是美思。可是我现在想起来了。想起来。对，男生最喜欢的女优，好像。那是谁？这个女生都不会知道这个吧？对。我不看。他肯定在家里，然后没有跟我说。我爱你。我爱你。会很久。要会很久了。不好意思。我可以不要听吗？好尴尬。就是在一起1年多，然后他也对我很好啊，然后就是很谢谢你的体谅，然后我爱你。不要再当面前讲了，好尴尬。虽然在一起有已经1年多，但还蛮常吵架。可是吵架完之后，我就会有点耍任性，就耍脾气。然后他就是。明明很生气，但还是会回过来，就是先主动找我。对，我就觉得还蛮贴心的，就是希望他可以继续包容我的所有，可以一起度过大学4年，然后一起走下去。因为都不听的，我爱你。啊，好啊，那我也爱你。我爱你。谢谢，我爱你。谢谢你陪我这么久。希望我们可以相安无事。过下半辈子，哇，好感人！我爱你，我也是。蛮辛苦你的，还是蛮爱你。哇，好感动，太认真了吧！
男朋友爱你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四九五年快乐，谢谢，今晚再说。谢谢常常容忍我的，你要健康平安。青春到底行？你我青春到底，加加加加加，我们唱你我青春到底，加加加加加。耶！而且还有 rap 对不对？青春到底，青春到底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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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让我们台湾所有全国的朋友观众们，大家一起跟着我，我跟阿炳，青春到底，加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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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